大家好，我是 Ben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风马皮。我们最近啊进了一批皮件，有零钱夹、长夹、短夹、名片夹，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皮夹啦，那都是用风马皮来做的。那风马皮如果没有很熟悉的朋友，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皮料就好了，就是一种很简单的皮料。那优点有什么，我先直接跟大家讲好了。优点就是像这个皮革，它就是风马皮。那你会镜头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它镜头应该可以，它会有点刮痕或是不规则。像这块是浅色的，那我给大家看比较明显的啊，这块比较明显，这块是深色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刮痕非常的明显，或是一些皱褶啊。这样子会比较相对一般的皮夹会非常的明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要是它在制作的时候没有用太多的加工，它就直接一块皮，然后把它加工制作，没有太多的，比如说可能化学啊，或是一些染料啊。或是一些工法，把它特别的，就是工法太多了，所以它的这种刮痕啊、跟痕迹、跟皱褶，其实都是正常的。或像有些可能甚至还会有动物的纹路在，就是那种什么类似连轮这样子，会有动物的痕迹在，那其实都是正常的。那有些人会喜欢这种感觉，尤其是啊，你风马皮的东西，你用越久，它会越有你自己的味道，就有可能，譬如像这块，这个是名片夹，那你用一用啊，有可能越来越深，那后来也有可能越来越亮，那根据你自己的使用行为会不一样，所以最后你可能买回来是这样子，但最后你用半年之后，可能就变成独一无二的商品，因为会根据你使用的习惯不一样，蛮特别的。那缺点是什么？缺点就是反过来讲嘛。像我自己不会用风马皮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有刮痕很麻烦啊。像你看哦，像这块它是黑色的，可是你使用久之后，它可能会有刮痕啊，这样子。那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脏脏的感觉啦，因为刮痕会很明显。那我比较喜欢干净的，像我之前介绍的防刮皮夹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那缺点，对，缺点就是它会很多的刮痕，那就看你可不可以接受。那尤其是像风马皮这个东西啊，保养上会比较跟一般的皮件会稍微有难度啦。那之后我们也会拍如何保养。那这一集我们就直接来介绍我们目前卖场上有哪些款式给大家挑选。款呢就介非常爱的短夹，像我自己也是使用短夹。那这块风马皮它是浅色系的，然后内里给大家看一下，内里长这样子。它外面啊是什么色系，它里面就会是大部分啊就会用什么色系。那卡层呢也非常的多，你看它在家应该有十几个卡层，所以基本上跟一般的皮夹一样，你不用担心说你可能会不够用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拉链的钞票，然后夹层。我觉得重点就是放在于它的材质啊，看你自己喜不喜欢这种风马皮的材质。那你也可以有很多颜色选择，像这个是比较浅色的，我们姑且叫它驼色好了。那像另外一块它可能比较深咖，那深咖这边应该真的蛮明显的，像这个都是新品哦，可是你会发现这边就有刮痕了，这边都是刮痕，有没有发现？但使用久了有可能这些刮痕会不见，或是你保养之后看每个人使用状况。所以我们商品页面其实也有告诉大家说风马皮的特色就是这样子。那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看这块就更明显，你看有没有发现它非常的有历史的痕迹。那这些都是新品，重点就是在于它的材质本身的特性就是这样子。那像这个是拉链，刚才那个是没有，你看这个是这边是拉链嘛，
那这一块它就是口袋那个可以没有拉链的，每一款的皮夹会稍微不一样，那是最基本的短夹啦。那短夹还有其他的，譬如说像这种，这个是属于像拉链短夹。如果你不喜欢一般的短夹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，这个更简单一点。你看这打开之后，就可能放钞票啊，放零钱啊，这样子而已。这是属于拉链式的。那整体我个人觉得啊，蛮复古的。那它目前有三色，那还有黑色。黑色其实也可以 做成风马皮，像刚才这两个颜色会比较像一点，但其实它这个是黑色，那就是也是短夹，但它是属于拉链，但内袋就可能没有这么多。那来介绍其他款式，像这个也是短夹，跟这下这个是名片夹，这是名片夹，非常小的名片夹，它就是可能让你放包包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你基本上你在卖场是外面看到的皮件啊，风马皮都可以做成啊，因为其实它就是一块皮料而已。那还有像这个，这个也是名片夹啊，你也可以把它放当做不一定要当名片啊，就可能像我知道很多人出门都不带钱，他可能放个小钞票，然后提完卡又有卡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这个就比刚才那个可以装更多啊，这个可以有六个内袋。也可以做成零钱夹，它可以打开。这个还有很多色，那我今天只拿这些色。它打开之后就可以放零钱了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那最后三款我介绍长夹给大家认识一下。这个是长夹，我自己是没有在用长夹啦，我都是用短夹比较多，因为我蛮习惯放包包啊，我包包都是小小的这样子。它这是长夹，它的内里啊，其实都一定会符合长夹的一些基本的条件，就是内里多，然后内袋多这样子。然后厚度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很多色，那这是像这个就是直式，然后这是横式嘛，直式这样子打开方式。然后看这一块啊，它的风马皮的皮料又完全不同了。会发现它，你说它有点复古的咖啡色啦，我觉得很有非常的历史感。打开之后，像这个、啊、有些白白的，其实擦掉就好了。那最后一款呢是长夹，也是长夹，那只是内你可以装的东西又更多了，它是拉链式。然后打开之后。如果你想要装非常多东西，看我出估啦，这里面应该有20个内袋吧，然后加上它正中央又有一个拉链袋。哦，发现这个它这是干嘛的？就可以让你挂在这里，你可以当手提包，就手提包挂在这边，你就可以当做手提包这样子。那你不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收起来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介绍的风马皮一些基本的尝试啊，那如果你要看更深的尝试可以留言给我，或是你想要看保养啊或清洁，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拍一部 给大家多认识风马皮这个皮件的特性。那今天就影片到这边咯，拜拜。